还有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在。各位，刚刚理解个城市能力检定呢，就会就需要到这个所谓的一个行业。会在这，到时候我也请助教哦，来找，这是大家来看哦，有一些简单的过程，希望你可以赚的，不是类似这样很简单的观念，但是呢，你要用程式。好，那这出它是有，好问题，但是拆解，逻辑。那这个呢？也比较特殊，是3次，然后5次，那就是加的。OK，这一个这个所谓，后面。AI 二平台一个游戏，各位，大家提早做一个参考，我可以从学习数就可以开始准备，好，一直准备到学习的。综合分工合作，一起来，比如说三个人负责一个题目，对，三个人负责一个。OK，可能你就可以完成这样，完成这样的任务。先给看到，去我会再请助教后续的一个内容，后续的内容。那有一些，哦，再上网再去看了，再上网再去看。OK，好，一个章。大概都要花2个礼拜，然后呢，也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讲的那一道是应用呢，在这里啊，各位有一个档案，GP，有没有看到？16枚，对不对？16枚，然后呢，因为你这个用 Excel 一定打不开。要一档给你们哦，我比较，大家可以推荐哦，可以去下载，不是一般的笔，OK，这样，可以去下载。那它开启这种大型的文字档，哦，你们。
验或是一些研究的话，有可能就遇到这个建一栏，这是多少位数？20×700资料。哦，那每一笔资料呢，涵盖的时间坐标 TPS 坐标。哦，它后面还有资料名字，对，开集。然后呢？虽然我们是用 C 加加哦，因为 C 加加后面绘图的，我现在后来改用就是比较常用就是 MATLAB， 但我刚刚说的这个700多万的资料全部绘图上去，全部绘图上去，但是这个实际的我先跑了啦，因为这一跑要跑很久。哦，你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点点点，这是每一秒的资料。哦，5月29号吧，到好。哦，那中间有一些断掉的，是因为显卡的 GPS 没有电，哦，所以它的资料是随时随地透过手机的通讯一样，可以把资料一直都会。哦，所有的资料全部呈现。那中间这个蓝色就是我讲的每小时的平均值。那我特别在抽丝剥茧18小时的资料哦，这个放大，可以发现，真的它里面就是一点一点的资料，放大再放大。这是每秒每点的资料，所以刚刚那一张图600多万，因为我有四个，一二，刚刚那一张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过程。那其实你说程式嘛，好，大概就是你们现在想要说老师难了，对不对？其实真的不难，我大多数这个比较多的都是在绘图而已，这都是输出，这些都是把其他的运算都很简单，因为 MATLAB 有一对科学计算的跟大家讲，当你们学这个时候呢，对传统的程式语言，你有1000个矩阵，你要去对第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第四个元素，一直到1000或是加2。传统的程式语言呢，就是要1000次，从编号一跑到编号1000，分别去加一，才有办法完成。但是呢，在 MATLAB 里面呢，你不需要这么忙，语言会包含它。它只要一道正去做加音的工作，但是这个背后，各位知道 MATLAB 它的就是 C 加加，好，所以它是用 C 加加把这一个简化的，好，各位不用需要写到很大的回圈，好，但是呢，它的背后的原理就是 C 加加。那各位呢，可以上这个学校的另外有一个叫做软体云，就在季中给大家做个参考哦。就是说，它提供了很多虚拟的电脑，那装了很多个以后可以用得到的工具，包含文书处理，对。那我刚才讲的话，也可以在这一个所谓虚拟电脑里面，这是其中免费提供的，好，你可以直接在网页，就是申，
比如如何使用，透过浏览器就可以直接，比如说这里。比如说我随便用一个 AI 的这样对应的这些电脑里面又多了一台电脑 OK 这样对不对 PowerPoint 这边都帮你装好了这个可以其中有服务啊应用大好那用说你的资料要另外传，电脑的档案去做存，这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好，有没有人还没装 Dev 是加加的？那你们？好，你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我看一下，这个，你也可以改成中文，我们可以改成不同的语言，但是有一些我忘记。好，你可以改回黑色。好，那因为。进到第一层，那好，这边呢，我们会有一个新的。
一题。哦，那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叫什么？音效、地板放在一起的。啊，听我们的。第一是什么？我们再来一次。听 MP3 或是 Spotify 的举手一下，线上串。好了 ，CD 现在四维了，所以你们现在 DVD 啊 ，CD 现在都是软件了，对不对？待会我会介绍，那你们有看过吗？啊，这是什么？好，待会我说啊。各位，好，没关系。你们虽然现在没有组装过电脑，那我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作业。组电脑游戏，对，一个，你们每个人，当然是真的啦，就是自己装一台在30000块以内的电脑，啊。够了，真的没有我。哦，我去，哦，实验室用的，花了我30万。为什么？因为128核心，给我们最高等级的，买一张。3090，啊，要做 AI 训练的，好，不要花那么多钱，我只要你们在 CPU， 但是呢 ，CPU 请注意，人家用 AMD 的还是 Intel 的，好，所以你的基板呢，要对应是要用 AMD 还是 Intel。这个在这一个酷我 PC 哦上面你都可以查询得到价格，那你可以装 16GB 也可以装 8GB 10GB 都可以， HD 呢你可以用 SSD 哦，就是或是一般的电这个硬碟都可以，但是别忘记请配给他一个电源跟机壳，那当然还有键盘的嘛，哦，你要动，那要不要包含萤幕呢？不用好了，不然你包含萤幕下去，大概只剩下20000多块就可以了。那拜托啊，因为我是要组装电脑，所以你们要给我一个一体式的 AIO， 就是用萤幕跟电脑，就是 Apple 像 Apple 苹果一样那个一体式的电脑，不要用那种的哦。你不要给我 NT 的哦，就是 Notebook 啊。就是一般这种主机的电脑 ，OK， 好，那各位可以去这个应该叫原价屋嘛，对不对？好，我们中立街上有一个哈，在 Nova 那里，哦，那各位，哦，你们就去上面，然后用这个线上估价 ，OK， 哦，然后呢，请把你们决定的原件。决定的元件跟它的价格，你就把它列印出来，然后呢，不要超过30000块，可以不含萤幕，但是要含键盘函数，好吗 ？OK， 哦，那你们这个上网，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一下。然后呢，我另外觉得各位呢，可以去玩一套游戏。我觉得有一套游戏，虽然这个要钱 ，Steam 啊，有没有人在这上面玩游戏的？游戏啊 ，CS， 有同学玩过 CS 的 ，Counter Strike， 没有？没有，这个大概20年前开始有那个什么？各位，这是一个 PC Building 的 Simulation 哦，那虽然它可能我记得要几百块啊。318块，
哦，但是大家可以就是像组装电脑卖钱这样子哦，它有很多任务哦，比如说你就开门，然后人家说，哎，请你帮我这个去装一个记忆体，或是装什么 RTX 3060、3080，哦，或是帮我去扫毒这样子的服务 ，OK。那它模拟的就跟真的电脑一样，你可以拔记忆体，可以拔硬碟，哦，什么都可以。OK，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游戏哦。那你可以越做越大，同时弄三四台电脑 ，OK。哦，甚至可以清洁整理，哦，我觉得这个游戏还蛮不错的。啊，有没有兴趣的主题？兴趣的找我，我懂那他。300多块去玩一下，但是呢，你们要至少两组 PK， 哦，那 PK 赢的就是赚最多钱的那一个呢，哦，就加分，好吧？啊，对吧？你们有没有哪一组啊有意愿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至少要两组哦，要两组哦，要不要？给你到期中考之前。看谁赚的钱赚最多，有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人，太心动了，加分呢、欸？心动了，没有行动力，没有，只有行动，好吧？哎、欸，我说真的哦，有兴趣的同学找我，但是至少要两组要 PK， 哦，赢的那一组就加分，哦，到期中考之前看谁钱赚的多。OK， 好，好，来各位，这是1996年，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这一个是我真的好不容易在这个网站上找到的，这是光华商场的时候 ，Intel Patent 120处理器，又看到它的算速度只有60MB，看到好几 G 了，对不对？这是我高中那时候的电脑。好，记忆体多少？对不对？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我的高中电脑好像是4.8。OK， 好，那显示晶片那时候没有什么显示卡，那时候没有。到时候我跟你讲，大学才开始。好，音效卡要另外装，网路卡没有网路卡，因为那时候是用国接的。这个叫做 A 槽，因为发现你的电脑里面没有 A 槽，没有 B 槽，对不对？一开始就是 C 槽，对不对？因为你是 A 槽 ，B 槽是大的。好，秀一下。哎，你们现在4TB 啊，1956年刚生成电脑的时候，五 MB 这么大一块，1952年的2MB 那么大一块。好，现在呢，这时代。什么叫 PB？ 不知道 PB。对，哦，反正就是1000TB 叫做 PB。对，好，哦，大的记忆体空间。各位，有玩过这个的吗？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个3.5寸，哦，就叫 B 槽。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的。好，哦，这个呢？片大概是 1.44 mega， 它是有磁带，也是有磁片，不像以前的卡带的音乐，有没有？现在有很多那个卡带的音乐，我跟你们搞的。OK， 所以这个是 B 槽，这个是 A 槽，那这个是更早期的，比较大片的，现在后来比较少。哦，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A 槽跟 B 槽，所以你们现在没有 A、B 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个在。因为从硬碟开始就是 C 槽，好，那各位，这个是最早期的 B 的
PS4 B， 大家还有印象吗？你现在有没有人在玩 PS4 还是 PS5？ 有没有 PS5 的选项？我想要买 PS5 的买它来玩。好，价炒太高，每次说购买 PC 后一开放12点，我12点进去，上就没看到。还有玩 Switch 的一个人。OK， 好，现在的画面都很好哦。都是在我们那年代的赛车的游戏，我最早玩的游戏这个叫什么 ？The Lonely Dogs， 这个叫《鬼屋魅影》，叫做杰西·库吧，残酷的。但是呢，在我们那年代，这个就是最顶级的 3D 游戏了。OK， 好，到大学的时候才有这个。显示卡，它也不是显示卡哦。你要买一张一般的 2D 显示卡，再加上这一个孤独的串列卡，可能要两张卡，才有办法去做 3D 加值。那时候的 3D 加值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了。好，说到这边，只是要让大家知道，电脑的眼逐渐是很快的。但是呢，这中间你会发现，从1980年代到现在的程式语言。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机器语言11001。好，所以呢，我们希望写一个透过 C 加加，以我们这个课来讲，写出来的码可以让机器沟通。那这中间呢，会有个编译过程，后面会再跟大家说。那所有的电脑，它基本上是认得的，跟它说好。叫二进位嘛，那这个一般来讲就是叫做所谓的 bit 啊，那由八个 bit 组成的叫做 byte， 这叫最小的存储单元。比如说像 A， 我们这边是用二进位，是不是不用二进位哦？它的编号就是10000，八个位元的一个 bit。八个 bit 乘以 byte，OK， 那这个呢，用二进位呢算出来的值，就是以我们现在的数字来讲，就是1/60。那这个符号，中括号，就是这个波浪符号呢，它有对应的这个码，叫51，编号51，编号126，这个是在我们标准的叫做 ASCII code。编码表没有，后面跟大家讲哈。那这个是用编符号大写 A， 中括号就是波浪形的符号。这个就是 ASCII code， 总共有256个。为什么？2^8次方。啊，2^8次方对不对？256啊，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上面有讲啊，由八个位元组成的一个 byte， 总共会有256个两次式，所以呢，每一个编号，我们就把这一个翻成文字的字元，包含英文数字，英文字母大小写，数字，1234589，还有一些符号，通通丢在这个ASCII code 上面，我只秀一半而已。好，那通常来讲哦，我们会在程式里面哦开始跟大家谈这个计算机概论，都是在讲这些，所以我会很快的带过去。整数呢，一般用四个 bit 去做表示，四个位元组成。什么叫四个位元？就是4×8个位元。我刚才不是讲？这是八个位元，所以这叫做八个 bit 乘一个 byte。那四个 byte 可以包含整数空间从哪里到哪里？从0到2/32次方。为什么？因为我有4×8个位元，可以变化有2/32次方。所以从0开始到2/32次方减一，然后就从0开始确认到0。
所以你可以表示整数范围可以表示到43亿左右。那我觉得请问44亿啊？没有，在电脑里面是不到的，对吧？哦，这叫做无号整数。那有号整数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负数的，从负的21亿到正的21亿。哦，所以一个整数呢，一般来讲就是最多只有九位数。因为到21亿，那假如你超过了怎么办？比如说像这个题目，各位，你假如是用整数要去做15阶乘的计算，15阶乘是什么意思？对，一乘二乘三乘四乘五，哦，就乘到十五。对，这个数字呢，一定你用这个整数的乘进去的。好，所以先跟大家讲，哦，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接下来呢，才会有所谓的古典数出现。OK， 整数呢没有办法表示小数点，而且呢它有一定的范围。古典数呢可以表示小数点。然后呢，我们的古典数又分为一般的语言来讲啊，就分为 float 跟 double。float 呢是用四个位元数，就是四乘八个位元啊，32个位元。那 double 呢再多配上八乘八，就是四个位元数啊。那它的范围就比较大，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程式呢不是完美无瑕的，哦，对，因为我们的计算是从十进位要去转换成二进位，然后它算完之后再从二进位转换成十进位，这个你们在以前数学应该都有学过啊，哦，比如说 0.01， 它要表示这个是二进位的表示式，哦，那它变成十进位就是 0.2 了，那或是我们十进位 0.1要表示成二进位，抱歉，因为它是一个无限的 term， 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就必须要用0.001，它是无限的二进位数字。但是呢，在电脑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无限的，因为你的记忆无限，你的硬件无限，所以你的数字。所以呢，你用数学去概念就知道 0.1 的十进位你没有办法用有限的二进位精准的表示出来，这会有什么问题？各位，然后你是在1960年代，你要上月球，它 0.1 这个可能差10的负6度，你可能就上不了月球了。 OK，所以那时候会有一个数字的精准度，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一般的数字里面，大概就是这个以 0.25 呢会没有截去误差，因为它可以100%的表示成二进位，在这里表示成二进位。但是呢，像 0.5 刚才讲 0.1 0.5 还有 0.2 0.4 0.37 这些数字呢就会有所谓的截去误差。哦，这边有个笑话，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他说呢，请证明你是人类，但是呢，实际上他操作的是一个电脑。他问他一个问题：1.1+0.2，对。只要是一般的人类，答案是什么？1.3嘛。但是呢，因为机器人是二进位的，所以他就会遇到这个问题：1.1+0.2，他会有截距误差。所以他最后出的答案是0.3，他多了一个误差出来，他多了一个误差出来，大家听得懂吗？OK，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程式呢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 bug 在，特别呢，未来你们要计算一些所谓的数学，哦，那会有这些所谓的截距误差的，这是先跟大家说明的，跟大家说明的 ，OK。好，那同样的哦，你会有古典数的运算问题。哦，当你储存的空间不足，我们刚才讲古典数是几个 byte 啊？我
们今天是9月30号，就是第一排的第三位同学，讲讲。我们刚才讲的点数有几个派？八个，那是 double 对不对？那只要是 block 呢？四个，太棒了哦！你有认真的上课，太棒了。好，各位。但是呢，当你有很大的这一个普遍预算，像这个一乘以十的负十次方是0.0000，然后另外一个是很大的数字，一乘以十的十次方，对我们一般数学来讲，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全加减乘除。但是呢，你会发现实际上在电脑里面，只要是用点数 float 计算 ，a 加 b 减 b 不等于。A 加 B 减 B， 他听得懂，看得懂这个意思吗？因为在这个计算过程，他就已经超出他的掌控范围，所以你 A 加 B 就到不了。虽然这个对我们来讲数学里面就是程式，但是对程式来讲，它就是我刚才讲，它就是很笨的做，它就会先写。A 加 B， 但是在这个计算过程它已经爆了，所以你再减 B， 它不会减 A。好，那以这边来讲 ，B 减 B 它会是没有错，但是呢，它就不会跟这个等式的这种影响，对，会有这个所谓 E 的储存空间或是溢出的问题。好，那这个呢？在绘图里面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呢，因为我的图点数不足，所以呢，它其实画不出一个漂亮的图，它会有一些缺陷存在。好，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啊，早期能玩游戏是8bit的一个，它后来动画你看变得很漂亮，各位。这个是我那时候玩的《毁灭战士》最早的 3D 游戏，1995。好，你看如何的丑陋啊！那是我们玩的独立的，因为那是第一款的 3D 游戏。看过了那么久，精度提升了，画面提升了，你的空间足够了，你的运算速度够了，你看整个画面变得很漂亮，就是2016年。好了，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希望让大家了解，这个是有一些缺陷存在哦。那这边我讲很快哦，这个就给大家自己看哦，就像从 C 加加的由来，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C 加加的系统，那它包含用 C with class， 这以后跟大家讲，以后会有一个 class 的一个概念。好，再给我一分钟哦，那。C 加加其实呢会有很多程式库，会有很多程式库啊。对了，我要跟大家调查一下，我讲到这，你们决定一下好了，你们下一节还有课的，那你们喜欢分一加二上课呢？礼拜二会有早上那一堂课，还是习惯？因为以前我的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因为配合练习，我把三堂课一起上到，比如说5:40这样。礼拜二的课我就挪到这个晚上，5:00到5:40，对吗？好的，举手一下。全数通过，你不要。你们有课是不是？没有课，没意见。好，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练习会比较一块一连贯，不然要分两堂。有时候早上你们来光开个机，我再讲一下废话，就十分钟过去了这样子。哇，那我们就下礼拜开始了。可以吗？哎，你有课，那还有同学有课怎么办？你是什么课？啊，同事，
是有这时候的课啊，还没上吗？啊，我还没上。还有一个课吧，录影还有一个课吗？对，要吗？录影可以啊，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啊，都没有办法上课。这有点让我难取舍。你决定一下，可以吗？就是我看你的意思，决定要不要再上一节，还是一加二这样子？看影片就还好。对，我是学习，我已经有影片了。是影片是2017年版本，那我今年会再继续录，回到过去。好了，那我就先暂定了，那先执行一两个礼拜试试看，所以下个礼拜二就不上课了，我们就挪到礼拜四的课程。但是礼拜四呢，请各位要睡饱吃饱。因为我们要一次上3个小时的课，好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记得帮我换电脑。好，然后记得给钱给班带。好，谢谢。